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。当时就是我不知道孩子和他母亲紧着一出，他想给我一个惊喜，他说他过两天回来，我一直是心里就是盼望孩子就是早一点回来，他突然又说迟两天回来，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种失落感，毕竟两年没看到孩子嘛。然后下午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是站在我面前，我当时很懵嘛，就是今天突然间怎么回来了。后来孩子把我拉到柜台旁边，然后把我拥入怀中，当时那种喜悦幸福表情，那种一个心情是无与伦比，很激动很激动那种，这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